这里玫瑰的盛放，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，时间的花都在勇敢的歌唱，超越一切，穿梭时空，带来光亮。当夜空中闪烁的星光，是我们汇聚梦想的光芒。出发吧，最天使挥动的翅膀，只有相信世界充满希望。盛开吧，这世界最美是王默，平凡而不同的默默。不过我觉得自己变得自信了很多，为了守护这个世界，我也决定不再沉默。我们叶罗丽战士要发出声音，呼吁大家注意环保，保护自然。在水王子的帮助下，我们顺利从仙境带回了店长姐姐，但却没能阻止女王获得灵犀之力。店长姐姐在闭关想对策，此刻的平静还能延续多久？未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主人，跑慢点儿！蓝泽水王子来到人类世界，你要去找他吗？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。门口怎么这么多人？王默，有一个超帅的人说在等你。等我？一定是搞错了，那么高贵的人怎么可能是来接你的？就是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水王子，你怎么会找到我学校？你的事情我都清楚。你来找我，我太开心了。真的是接王默的？好羡慕啊，有这么有气质的哥哥。主人才说想去找你，带你看看人类的世界。主人，我们去那边变身吧。不能打开灵犀之门，回不去仙境，人类世界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我带你去我们将大海装起来的地方。将大海装起来？海洋世界。啊，成人票价好贵啊！为了水王子，只好拿出我全部的积蓄了。啊，我来付。已经好了。水王子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电子支付嘛，这手机也是从垃圾王那里淘到的。垃圾王教了我很多人类的事情，这手机其实就是进水口，把水分子吸走就能用了。那钱呢？你怎么会有人类世界的钱？水下的珍宝千千万，随意的一颗珍珠似乎在人类世界都能换到很多钱。我们走吧。嗯。这是电梯吗？我站低一点会比较好。水母灯，这是人类在模仿自然美创造的艺术美。还有更神奇的呢，这里就是陆地上的海洋哦。好美呀！人类不能轻易下到深海里，只好用大玻璃将海水装起来了。
起来了呢。适应这里，这里没有天敌，对他们来说是安全而美好的。但是，大型鱼类需要汪洋大海，需要自由，尤其是鲸鲨。它被关在这个连转身都难的地方，它就这样成了人类赚钱的噱头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水族馆里的动物都是被保护起来的，没有天敌，不用捕猎，是很幸福的。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人类终究还是不懂得尊重自然，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，把其他物种当成奴隶。不是的，水王子，不是的。水王子，你看，这里写了，鲸鲨莫莉被海中的缆绳缠住，经过潜水员不懈努力，最终成功获救。为了给受伤的鲸鲨提供一个舒适的救护疗养环境，救护技术人员便把受伤的鲸鲨转运到暂养池进行观察、救护和疗养。鲸鲨是一种不会伤害人的大型动物，只会吃小鱼，可以与它一起游泳，待伤好后会放归大海。什么？人类是在帮助他？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海洋。他说是他误会了，要谢谢你们帮助他。终归还是人类的垃圾伤害了他，谢谢他原谅我们。其实人类可以更多的帮助修复被伤害的自然。胖胖和水水会在哪儿呢？应该也在这不远处吧。好像有人那边。庞尊，那是灵犀阁最后一位阁主秦公主，她怎么在这儿？夜能力魔法，七情六欲，情感红心。啊，是黄色的，愤怒，不甘心吗？竟然遇上收获雷电尊者感情的机会，好难得啊！可惜不是愤怒就是悲伤，是苦苦酸酸的。怎么办啊！我好想要庞尊爱的心情糖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很甜呢？喂，住手！啊，你在做什么？王仙子，你又变样子了。放手吧，晴儿不是在伤害庞尊，他呀，只不过是在贪吃贪玩。你也是被玉王吸进来的吗？吸进来？才没有呢。难道你们不也是来为这世界玩的吗？什么玩？不是吗？玉王哥哥说这里有惊喜，我就来了。哎呀，这么说我好像错过回去的时间了。哼，你也太贪玩了吧。原来你一直就在黑洞里，难怪灵犀主我都呼唤不到。灵犀阁出事了，我一
一直在黑洞里，竟然没有收到信号。胖尊，你怎么样？手里魔法，情感虹吸。什么？这又是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雷电尊者甜蜜的感情糖可是极品啊！果然，只有你在，胖尊才有柔情。喂，你取走的可是庞尊的能量。不是呢，人家呀只是收取了此刻的感情而已，谁稀罕有能量啊？感情，只有你把糖当宝贝。老师，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？姐姐曾经留言说，让我们一定要自己去福音楼，只可以你们两个人自己打开，不要给任何人看里面的秘密。本想来问问店长姐姐的，我不是六个仙子之一，这宝杖怕是打不开福音楼啊。这是怎么了？约束发光了，福音楼宝石盒子，这是仙扇门吗？门开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人，我们要进去吗？这或许是店长姐姐的指引。这么多的书，这就是萝莉他们说的仙境银行，也会有我的命运之书吗？仙境银行，福音楼，有的命运不该永远埋葬，有的命运不该公之于众，有的命运则应该还给主人。菲林，齐娜，我在等你们。店长姐姐，这是他给我们的留言吗？齐娜，菲林，我特地为你们保留了一次打开福音楼的机会，用你的宝杖，仅此一次可以走入这里。最终的决定就在你自己了。什么？店长姐姐给我留了一次机会，这也是钥匙，是店长留给我的钥匙。菲林，从你拥有生命起，我就把你当成和萝莉孔雀一样的存在，你不负我所望，牺牲自己守护世界。店长姐姐，你值得拥有生命，应该活下去。这本书是我为你留下的，请开启吧，阅读你的命运之书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星空璀璨，流星异彩，神秘如浮云涌动。秘影宝杖，探寻神秘禁地。用宝杖打开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塔罗牌组里的最后一张，收下它，你将集齐完整的牌。什么？我的牌少一张？怎么可能？不少啊，少的话占卜就不准了。只有看看了。等一下，你真的确定吗？要揭示命运吗？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吧？主人，我就是个人造的仙子，我的人生本就是眷顾恩赐，天得的，唯一让我牵挂的也就是你了。
我们一起。命运之牌到我手中。什么？魔术师？我的牌不少啊，不会少牌的。主任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他留牌，只有魔术师没有牌面。一直以来，这张牌都没有牌面。台上的人跑光了，这就是最后一张塔罗牌吗？他是星辰，叶罗丽仙境的魔术师，他手里握的就是魔法的起源。你们去拜会他吧。叶罗丽魔法，天圆地方，万维无限，解开封印的空间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我们在牌里吗？那面是芙蓉楼，难道我们进到了牌里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牌就是平面的呀。自然可以幻化出金光仙境，塔罗牌里的世界又为什么不能是真的？谁在说话？你的牌，它的内心跟你对话。魔王，王后，每一张牌都有他自己的预言和世界。上来吧，我在塔里。我的牌不受我控制，自己实体化了。出现了门，进来。到底是谁在呼唤我们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多的铃铛啊！这些丝线代表什么呢？为什么让齐娜、菲林去找魔术师？哪个秦公主是真的？